在欺骗国人的味道。俄国大军在欺骗国人的味道。俄国大军的机票买了吗？别再向别人投降派了，到底是真战士还是键盘侠，就看有没有行动。英文才是他真实内心的话，他说 We are all Ukrainian today， 所以大概是只有今天，不要只是会嘴巴上说一说。弃子将身家全部压在美日身上的台湾，能不想到自己吗？查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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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